硬的变软，软的变更软，白的变黑，黑的变更黑。健康神布噗噗，这是什么鬼呀？啊，什么硬的变软，软的变硬？谁想出来的 idea？ 谁想出来的？是我想的，是我想的。他想的。你神经病啊！你觉得人家看了这样的广告会要买我的宣布吗？哈，你小姐，你不要急，我们还有第二个 good idea， 我看给你看。好，是，我什么都可以乱，我就是头发不可以乱。我知道我没有要求的资格，不过请你让我带回我自己的宣布可以吗？别人的性命是空金搁包银，阮的性命不值钱。Cheap 啊！你懂什么叫 cheap 啊？不懂。我老哎，我的广告啊是要拍到像我一样有气质的，懂吗？我们也有 good idea， 很多人啊拍微电影，不如我们拍微电影吧？啊，你看。眼睛是黑色的，心是红色的，眼睛红了，心变黑了。头发是黑色的，烦恼是白色的，烦恼来了，头发就白了。还好我有King Kong Shampoo， 噗噗。为什么一直是他？他红嘛？问题是他配不上我的气质，更配不上我的 shampoo。 OK， 哎，你们 King Kong shampoo 还不要拍的啊？不，点点啦。